但係俾我點啊？呢單新聞兩日就係 Google 完全退出中國市場，其實已經係十幾年㗎啦，由2010年開始，當時 Google 將一啲核心嘅人工演算法擺咗喺北京，結果傾唔掂數。咁喺2011年開始就已經將 Google 嘅搜尋引擎停止咗。咁但係 Google 做咗好大嘅努力，甚至用李菲菲一個華人嘅女士作為佢哋中國嘅研發嘅執行官。但係每一次同中國兜兜纏纏，利益所在，不停咁樣輾輾轉轉。實際上去到2019年，得翻兩項業務，一項業務就係翻譯，一項就係地圖。但係當我哋嘅北斗衛星發到上去嘅時候 ，GPS 地圖就已經宣布玩完。所以 Google 亦都冇其他業務，唯一剩翻嘅就係翻譯。Google 嘅翻譯。咁當然嚟到今日 ，Google 都話俾你聽收檔。所謂嘅收檔意思，因為佢用嘅係美國嘅軟件，佢哋嘅翻譯佢哋冇過濾到。事實上之前咧 ，Google 喺翻譯上高，甚至喺地圖上高咧，佢係做出咗啲讓步，就根據中國嘅依據敏感詞啊，或者各樣嘢揾唔到。但係到今日唔可以再咁樣，連翻譯都不容許。咁你話係咪冇人用啊？當然 ，Google 嘅藉口就係話而家好多人用百度，唔係用 Google， 甚至官方都係咁樣講。所以佢哋退出呢個市場關閉，但係係唔係？唔係，因為大家都要明白，唔係手機咁簡單，而係電腦咁簡單，電腦上高，電腦上高。如果你即使用微軟系統又好，你用咩都好啦 ，Google 嘅翻譯就喺嗰度。但係點解今時今日連翻譯都唔做？就係中國而家嚴防，因為你係用美國嘅系統，你冇咗嗰種過濾。譬如你有啲翻譯，你會直譯出嚟，但係中國唔得。如果唔得嘅話，咁你仲可以點？你除了退出之後，是不是又要特登做一套，就是給中國去監管你的軟件 ？Google 我相信不會再投入，所以今天其實不是今天，早兩天正式 Google 地圖退出中國市場，連翻譯都不再做。這個就是現在中國的互聯網生態。當然了，好多人歡天喜地，尤其小粉紅，卒之趕走外國勢力啦，係咪啊？卒之 Google 都收檔啦，我哋有百度，呢個就係而家真實嘅中國。好多時候就係政治上腦，令到一啲真真確確能夠接軌世界嘅嘢都冇。而 Google 咧嚟到呢一度，基本上差唔多全面咁樣撤出中國噶啦。由當日嘅搜尋系統開始，到地圖，到呢啲係爭一樣嘢仲可以繼續嘅啫。Android 安卓系統呢啲一撤出香港就咪一撤出大陸，大陸就搞唔掂。除此之外，即係關於電腦上嘅嘢，已經全部都已經宣布正式玩完。其實全部都係意識形態。喺呢個翻譯軟件，你打習近平會唔會英文打習近平變咗習維尼啊？你話俾我聽，會唔會變咗習包子？呢個就係所謂嘅真真正正嘅現實。所以只有你過濾過，將敏感詞全部刪去。甚至你查出嚟嘅時候變成咗404，無法查閲之外，你 Google 根本上喺中國而家呢一片土壤係冇辦法落地生根，亦都冇發展嘅。節目做到呢度，
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 订阅科金睇广告，可以嘅话加入会员同 Patreon， 带俾我啲啦，希望得到大家支持，拜拜。